我是重返热兰遮音乐剧监制林如林 Derek Lin。重返热兰遮是一出有关土地、有关爱的一出戏。台湾史诗音乐剧《重返热兰遮》带你回到大航海时代的台南。它掀起了很多的议题，对台湾人来说的话，他可以认识到这样一段他自己这一块土地上的历史啊，不是荷兰人，而是说台湾这一段期间所造就的这样衍生出来的这样一个历史啊。音乐剧《重返热兰遮》酝酿8年，全英文演出，挑战百老汇规格。每次排练的时候，旁边都有一个现场的伴奏。然后在于一些演员的即兴发生的时候，他会因此可以改变一些音乐。后来也才发现，原来这根本其实也就是国外的一个百老汇音乐剧工作的一个过程。异想世界专访监制 Derek， 演员叶文豪带你重返热兰遮。6月2号、3号下午4点、晚上10点半，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。